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《标股急先锋》，我是主持人张怀慈。台股今天开高后走低，上下震荡约两百六十点，尾盘呢是下跌了三十七点，不过有守住十日线。未来盘势的观察，替你请教专家，我们资深分析师林忠祥，忠祥老师。怀慈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 好，钟祥老师，今天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你哦、喔。因为上周五呢，你是有特别强调说台股今天还会再修正，但是呢，修正的幅度不大。那今天果然呢，只有下跌三十七点嘛。那修正到这里结束了吗？那另外呢，就是上个礼拜日哦、喔，大家非常关心着川普哦、喔，他受到枪击，对于台股还有台股的相关族群会有影响吗？好，首先啊，上个礼拜五在这里最多跌了好像六百多点啊，收盘跌了四百多点。我说今天指数会再稍微修正一下。 啊，因为也不可能说指数在这里就就就就飞天钻地的啊，啊，所以在这里还是选股嘛，我一直强调就是选股嘛，对不对？今天 I P 股，你看一下安国、神盾、新鼎全部涨停。啊，老师，加赖会不会讲啊？老师看一下加赖，加赖会不会讲？来看一下哈、啊，同学，我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。 其实 I P 股我们大概就做这几只股票了，什么安国啦、神盾啦、新鼎啊，好、哦，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三档股票，这三档股票是不是啊、哦？新鼎是不是涨停？对不对？啊？神盾是不是大涨？啊、哦？安国是不是涨停？同学，我有讲哦，我讲得很清楚哦。我说好、啊，新鼎好、哦，你看一下新鼎啊、哦，看一下新鼎，新鼎这边是涨停，涨停上来嘛。 那他在这里在七十块左右就是好买点了，对不对？七十块左右就是好买点了，啊、你不要不买啊！今天涨停才去追，啊，当然明天会再涨，你今天去追也无所谓了啊！哎、欸，这个神盾集团啊，它其实它公司没有怎么大赚钱啊，但是它就是会涨啊，公司派也会做股票 <laughs> 啊，一下又说我并购这一个，一下我又说并购那一个，对不对？ 好，所以那今天指数在这里小回，所以台积电，你看一下今天的低点一零二五，它上个礼拜五的低点一零一五有没有跌破？没有嘛，还是在一零四零嘛。所以你如果说台积电很衰啊，老师，台积电我一直等跌破一千块来买，说实在也可以的啊。啊如果说没手上有的就持股续报嘛。啊，台积电在一零四零这个附近啊，价差也不会太大。 啊，所以我们讲的都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在这里啊，同学一定在想，哎、欸，老师有一些股票啊，在今天来说啊，做一个强势的表态，那这个表态代表什么意义？好，刚才怀慈有问到啊，这个川普被枪击，大家就说好像跟那时候陈水扁被枪击好像有异曲同工，有雷同，没有啦，没有雷同啦，怎么可能雷同啦，对不对？ 川普枪击，他个枪手马上被人家 biang biang 就抓到了，陈水扁到今天为止还抓不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没有关系，你不要穿着赴会。但是川普被枪击，那我问你，什么东西会涨？同学你知道吗？什么东西会涨？刚才怀词问我嘛，啊，比特币大涨，金价有可能会大涨，因为大家要避险。 大家要避险啊！所以在这里你要注意到，那比特币的股票在这里就很强啊。那在这里来说，你就要注意到相关的族群啊。那老师，I P 股里面有没有做这个跟比特币挖矿有相关的？有两只股票，今天这两只全部涨。一档叫做四星，一档叫做艾普啊。同学，这个都跟比特币有相关的啊。 但是今天也没有涨很多，啊、哦，还有就是利台嘛，利台就是做板卡的嘛，利台今天也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你要怎么选股？涨停板的涨停板，跌的跌，所以选股有难度。如果没有像老师这么专业的在教你，那你一定乱做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老师啊，那个外资啊说上看那个智源啊。哦 说上看四百一十五，四百一十五，我看没那么快到吧？啊，因为来看一下，同学，我跟你讲实在话，啊，六月营收再来就是半年报嘛，所以是下半年在这里会飙涨的股票嘛？对不对？七月十二号，七月十二号，台股最多跌六百多点，啊，收盘跌了四百多点，外资卖了四百一十六亿。待会怀慈帮我看一下，外资今天大卖还是大买？应该是小卖了，卖也卖不多了。 啊，那自营商也卖一百五十亿，啊，看来周一要再涨了，选股为重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说涨不是说每一只股票都会涨，哎，就像我讲的啊，啊，每一只股票都涨停板，那不是就算台积电没涨，也不是也要涨两三百点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，M 三十一筹码最轻，投信连买，外资反买，哎、欸，你看外资没有很聪明啦、啊，你看一下啦。 老师啊，哎、欸，老师来看一下，今天最高一四四一四一一千四百四十五而已，啊，最低一千四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一千四？老师开盘我就去买了，那你开盘买了，收盘一千四，你不是很很哦？哎，老师上个礼拜五哦，M 三 C 很强哎、欸，从一三五零拉到一四五零呢，啊，你以为今天又给他拉一百块啊？ 各位，不太可能啦，因为哈、啊，我们待会解释给你听。创意啊，创意就就是就是，你看一下创意啊，创意，创意大概这一个月以来啊，这一个月以来，看一下创意，看一下创意，创、啊、意这一个月以来大概就在一千五百五、一千五百五十块到一千六百五十块这个区间啦。那就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这样做啊，啊，不然呢？ 啊，你以为他会马上突破这里，会涨到一千八、两千了？没那么快了。虽然它营收不错了，啊、哦，那再来看一下艾普，艾普，哎、欸，上个礼拜还杀尾盘，为什么杀尾盘？因为外资没有买，有了买一点点了，啊、哦，但是外资在这里还是卖的。但是你要注意到啊、哦，艾普有做板卡，做比特币相关的。来，我们大概给你看一下哈、哦，今天板卡股，像譬如说立台。 我们看下立台是不是涨停板，对不对？立台还会不会涨？还有机会？你看，立台横盘走那么久，对不对？所以立台啊、哦，你大概如果买在一百二左右，你一定赚钱，因为这里就横盘嘛。老是它会不会突破一百五，然后挑战这个新高？有机会啊、哦，但是你不要是不要涨停板隔天去追，哎，涨停板隔天啊、哦。 如果是，说是涨停板，你不要追啊！如果有低的，哎、欸，买来冲冲看，搞不好你看 K D 指标刚刚开始交叉，M A C D 虽然还没有翻正，但是也差不多了啊！所以板板卡股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、啊，来看一下这个艾普啊，艾普也一样啊，艾普今天开盘价三百七十六啊，收盘价也三百七十六啊啊！啊今天的艾普是不是比比智元还强？我开盘的时候，我一开盘我就通知。 我所有的同学，我说今天爱普会比资源还强。你看资源突然拉拉拉拉拉到多少三三百五哦，啊收盘三三九，等于你去追到三百五，你今天赔十一块，那今天心情就不好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来看一下哈、哦，爱普开盘三百七十六，虽然有打到三百七十，你看一下我有写，哈、哦，短线筹码很乱，短线客很多。 对不对？三百七十五到三百九，哎，老师，你也不准，最低三百七十二。对啊，没错啦，也是上来了。那明天会不会攻过三百九？会不会攻过四百？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在这里啊、哦，看一下哈、啊，爱普最主要哈、哦，它有做什么东西？来看一下哈、啊，它有做什么东西哈、啊？爱普哈、哦，来看一下，爱普啊，在先进制程里面哈、啊，它是做高效能手机运算。 其实他有做一个啊，还有做一个，就是所谓的这个，诶、欸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板卡，就是挖矿机的部分，挖矿机的部分啊，挖矿机的部分，像譬如说挖矿机的部分来看一下哈、啊，挖矿机的部分那艾、啊、普这里有做啊，所以在这里哈、啊，你看啊，对艾普维持目标价由五五五到六六六，不过你不要相信外资啦。啊，五五六六六那是可能年底的事情了。 啊，年底的事情啦，但是最近是因为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最近这个挖矿的哈，他、啊、有做挖矿的，所以在这里来说，高除了高速运算之外，你看，来看一下这里，加密货币挖矿业务，美系外资表示嘛，啊，基于加密货币挖矿业务，对不对？所以最近比特币在涨，爱普就不容易大跌。 但是你如果不会做价差当中，你就不要乱做，因为通常都被修理，呵呵对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被修理？来看一下，你看啊，K D 指标在往下嘛，它每一次要攻都要有量，它有八千张的时候它就会攻，你看这里这一天是攻九趴，这一天是攻九趴，这两天攻九趴都是有量。 来、啊，我再给你看一下啊，同学，你们大概比较不懂，我就我就大概跟你讲，他当初从三百五十五拉到五百五十五，他就是这里都有一万张的量，就连拉两根涨停，啊就脱离底部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他攻击都有量，啊外资在对这个是一买一卖一买一卖，所以你就不要理他，你手上有就续报啊，啊，要做当冲，同学不会做对不对？同学，你真的不会做对不对？ 打个电话，一通电话才一块钱，你一块钱都舍不得花，你要怎么去赚它的价差啦？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哦，四星 KY 也也四星 KY，它也有做挖矿的哦。我们看一下四星 KY，四星 KY 啊、哦，外资续买嘛，对不对？四星 KY 最主要它也有做挖矿啊、哦。我们看一下四星 KY，啊，四星 KY 除了四星 KY 除了亚马逊之外。 啊，他在这里哈、啊，最主要他也有做一些挖矿的，啊，所以在这里北美大客户这些啊，所以你看看到今天大盘跌，四星 KY 从两千八百四十五块拉到最高点两千九百四十块，所以你今天敢买，你今天赚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哎、欸，老师你那个那个筹码里面有没有写？有啊，四星 KY。 二八五零呢？最低哎，二八五零最高，最低来到两千八百四十五。二八五零，保证你买得到啊！你只是没有买嘛，买到以后收最高，你也是赚一百块啊。所以同学，你要懂哦。如果川普枪击，川普现在已经没有事了，除非他被再被枪击一次，这个机会不大。他他会越来越越越保护自己的，对不对啊？在川普被枪击以后。 啊、哦，挖矿的啊、哦，就是所谓比特币概念股，啊，比特币概念股就会开始先动。当然不是说比特币从此以后就海阔天空，天天涨停板，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拉个两只三只也是有机会的、啊。所以同学在这里要怎么做股票？就找股票嘛。上个礼拜五大盘跌了多少？跌了六百多点，收盘跌四百多点。 我告诉你，指数还会再修正，对吧？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哈，一直怂恿你来参加会员，或者是说啊，这个大盘这里开始就要涨五百点、一千点上去，就要每天涨停板，没有这回事。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說，说你在这里就要掌握最近题材，还有半年报，还有现在既然比特币涨了，挖矿的股票就会开始动那挖矿的股票有哪一些？ 同学，加奈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加奈就知道了嘛。好，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怀慈。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哦。现在台股盘势是比较震荡的，那如何选股呢？广告一下，回来之后呢，有更详细的个股分析。 配到标股及先锋，钟祥老师，这段就要请教你哦。因为我们刚刚有观察一下三大法人的买卖超哦，那外资呢是又买了一百三十九亿，不过呢，投信是买了四十六亿。那尤其是哦，外资的空单现在已经不到四万口了。台股后市真的很看好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很多同学对台这个这个所谓外资的空单有一点害怕啊。我一直讲过哈，外资的空单它有一点是避险的作用，那、啊。 他也怕说，万一啊，这个国际股市不好，因为毕竟已经来到两万多点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多老师告诉你说，这里会到两万五，会到三万，会到四万，会到五万。同学，如果要到两万、三万、四万、五万，你你也不要参加老师，你就随便买股票就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也不要参加老师，你就买台积电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今天你有没有发觉，你的股票跟别人的股票不太一样？别人的股票在涨。 别人的股票在涨停板，啊，你的股票在今天反而又继续跌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在这里，任何阶段都是选股了啊、哦，不是说我们选股功力有多厉害，只是我们哈、哦、在这里哈、哦，我们加辣以后哈、哦，我们有分析筹码啊谁，谁什么价钱买什么位置，最少，你明天的操作会比较安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就算大跌。 说不定有的股票还是继续涨停呐、啊，啊，每天就算大涨，啊，有的股票還会继续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就这样啊，啊，外资卖了一百多亿，指数也不过跌三十七点，自营商卖一百多亿，指数也不过跌三十七点。今天好像跌的比较多的，有一些好像这个金融股好像有一些跌的比较深，啊，那金融股是因为涨多，而且有一些出权息以后，它就不太会动了，啊。 那我也告诉你啊，对不对？我说，如果说像譬如说是安国好了，安国，安国，我一直跟你讲啊，除夕以后可以买啊，安国，对不对？安国七月二号除夕啊，七月二号除夕啊，你除夕以后再买就很安全了、啊，因为除夕以前它不动的股票，除完夕就会拉拉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比特币概念股、挖矿概念股，你看立台是不是涨停？啊、哦，老师那个汉逊也很强哎、欸。 老师，那个成绩也很强哎、欸，老师华勤也很强哎、欸，这些都是算挖矿概念股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立台是横盘整理再上去嘛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汉讯，汉讯就没那么强，它破底这里有一点类似打双底的味道，但是毕竟还是不是很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还是要选股，就算挖矿也要选股啊，也不是随便找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同学就是这样子嘛，啊、哦。 那我们看一下哈，像四星 KY 好了，四星 KY 它就是挖矿啊，它就是挖矿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啊、哦，它已经从高档跌到低档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这里挖矿，它就上来了，它就上来了。你看站上所有均线，你不要以为外资很厉害、欸，你看一下外资，外资它在六一点的人都在卖、欸，它卖多少钱？它卖两千四百块、两千五百块，这里都是它在卖的呢、欸。啊，现在呢？ 快三千块了，他在买的。那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？我昨天晚上写给你的有没有告诉你？七月十五号，我告诉你外资小麦它的低点大概是两千八百五，高点在三千块。老师你不准。对了，你如果今天卖在两千八百五十块以下，你你才你才不准呢、欸。老师不准，收盘价两千九百九百四还不准。老师，我就我买到两千八百五，我就挂三千块要当抽。 随便你的，我没有意见的，好不好啊、哦？所以同学，四星也是算这个比特币啊，因为它做的有一些是挖矿的晶片啊，就像这个所谓的艾普也一样啊，艾普有一些也是挖矿的晶片啊，它是底部，但是底部它还没有过这个高点哦，它这个半年线还没办法突破、哦，它突破要怎么突破？它要有,有量才会突破，没有量不会突破，所以你不要冲。 啊，很多同学都说老师为什么爱普？上个礼拜五，这个明明外资有一些买超，怎么收最低？因为你当冲啊，因为你这边冲来冲去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老师开盘价哇，往上拉到三百八十五，我就赶快下去买啊，我要尾盘我要当冲啊，结果你当冲杀杀杀杀杀到最低，所以你同学你不要不会做就不要做，抱着不会死人，好不好啊？真的啊，哎老师。 人家那个外资啊、哦，外资说哈、哦，这个智元呐，你看一下智元呐，智元、啊、老师，外资说上看四百一十五啊，你看啊，智元新业务逐渐进入佳境，外资喊续买，上看四百一十五啊，结果呢，啊，盘下也不敢买，拉上来三百五去买，四百一十五还可以赚六十五块，结果买到三百五尾盘把它冲掉，马上现赔多少十一块，啊，你看这外资是不是又在搞这一套？ K D 指标在往下，你看外资买很多、啊，搞不好今天外资资源又卖了一千张。<laughs> 所以同学，股票不是这样搞的、啊，人这样搞会死人的啊！上、啊、上个礼拜五有一个最大的消息是什么？联发科违约交割，连联发科都会违约交割，就是人家小白在那边冲嘛，要不然呢、欸，怎么联发連,连连联发科都会违约交割？ 啊是怎样？你们钱太多就对了啊！这边冲来冲去，冲来冲去，同学不懂就不要冲，好不好？那你未来要注意什么？既然比特币上来了，这挖矿概念股你就说稍微注意一下啊。老师，我明天开盘试价买，不要冲动啊！不要冲动啊！你如果没有钱，你就不要买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不好？你没有钱你就不要买啊！你有钱的话啊，冲一下啊，准备好钱。 啊，如果说你买了以后急速往上拉，你要冲就把它冲掉，因为当冲跟抢银行一样，有赚你就跑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不会违约交割嘛，你也不需要等尾盘再去冲嘛，那、哎、又等尾盘再去冲你不呆子？哇，万一没拉上去下来，你又没钱交割，又违约交割了，那不是搞死人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二四五四的联发科今天到底怎么样？你看啦、啊，都在平盘附近啦、啊，也没涨也没跌啊。 对不对？有没有涨？没有。有没有跌？没有。老师，我去放空，放空也赚不到什么钱的。我做多，我做多也赚不了什么钱的。所以同学，你不要学那个哈、哦，这个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教歌是一回事的，对你的信用不好。你以后买房子，人家贷也不贷款给你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，我明天你能不能带我做一趟当中你不打电话进来，我怎么带你做？我怎么知道你在人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啊、哦？ 当初有很多喜欢做当冲的，哈、哦，我在这里都跟他们讲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今天赖里面赖群组里面，我是不是跟你讲安国？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跟你讲神盾？我是不是跟你讲新底？你要冲这这三只股票，随便你冲啊，你有多少钱都可以冲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去放空。<laughs> 哦啊、放空全部全部涨停，收起来补都补不到，你又要违约交割了，同学为什么你你们每一次都做错啊？所以我在这里哈、啊、告诉所有同学啊，就是啊，同学验证是最大的诚信啊啊，老师跟你讲的啊，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拿笔记记起来，对吧？有买有卖获利放口袋，为什么买为什么卖要讲清楚嘛？啊，不是说股票涨停板我就很高兴，也不是股票跌下来我在这里就啊。 来上节目就愁眉苦脸，对不对啊？每天报你名牌，啊，我名牌全部写在那个什么啊，筹码分析里面，啊，信不信由你嘛，爱做你就做，不爱做你就不要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同学做的都每天做的都爽爽爽歪歪的、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啊啊，我告诉你，有量它就会长得比较多，没有量它就长得比较少。 也不可能说啊，你们大家都不要买卖啊！老师叫一个会员买十张，结果他就涨停板锁住，也不可能嘛！你看一下心底，涨停板锁锁三万多张，他可能一个人就把它买涨停板锁住吗？啊，你看一下神盾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安国，可能你们大家都不要买卖啊，我就十张就把它锁涨停板，啊，然后大家后面就锁的五千多张，所以不可能。你看啊、哦，你看一下。 昨天安国才六千多张，今天一万多张，是不是涨要有量？涨是不是要有量？对不对？神盾昨天一万八，今天两万张，对不对？啊，新鼎昨天两千张，今天八千张，是不是涨要有量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老师那不对啊，那这个爱普昨天，哎、欸，昨天也有三千张，今天一半而已嘞，那就代表说该卖的都卖掉了，你们都卖掉了对不对？你们都卖掉了对不对？ 就随便你们卖了，随便啦，我没有意见啦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来看一下，好，四星 KY 对不对？今天你如果去放空的话，不是尾盘收最高，要违约交割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有买呢？你有买我就恭喜你嘛。那你有买怎么买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我是不是在筹码分析里面告诉你高低点都告诉你？所以明天怎么做？交还给怀慈。 好，感谢钟祥老师的分析。提醒您，投资有风险，买卖前仍要审慎评估。要股急天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